繼續試集第六組都是泥地的千二米，最後入閘是金像，準備妥當的了。試集第六組泥地千二米，黃騎舉起了的了，起步了，幸運全城啦，還有旺旺星叻啦，星德福啦，同埋呢一隻最出嗰匹咧，就係呢只龍之邦都唔快喎。咁啊，前面快啲嘅街景臨門啦，紅帽內側咧，而家走上嚟要放頭咧，就白衫嘅全程路通啊。咁喺外側嘅位置第三位藍帽嗰匹咧就叫金像啦，貼欄位置六三咧就啡帽咧就係呢匹嘅青春力量馬林，中間咧粉藍衫嗰只就水龍頭啊潘頓士嘅，最出龍之邦啦。尾四嘅位置棒棒糖，出面又係拉到企高半身，好唔順啦！嗰只旺旺星叻轉彎啊，內欄位置勝德福轉彎一樣唔順，嗰只就係包尾咧，就係嗰只幸運全城啦。最後大概係五百米左右噶啦。咁啊，前邊帶住入嚟直路先咧，就全程路通啦。咁啊，街景臨門喺第二位啦，水龍頭第三，出面金像內欄位置上咗好多啊，青春力量啊，後邊啊馬林，中間見到棒棒糖啦，出面龍之邦啊未轉到腳啦，最出嗰只六三旺旺星叻啦，領側個頭喺佢後邊咧就幸運全城內欄位置打邊咧就係嗰只嘅勝德福啦。最後一百位啦，街景臨門就喺中檔透出贏出咗大閘嘅。第二名是他扣女水龍頭啦，入邊全程路通，第三、第四青春力量，第五棒棒糖，入邊叫上翻啲咧就叫勝德福，後邊四隻一字平排嘅，中間藍帽金像粉紅衫龍之邦六三旺旺星叻，最出幸運全城。